小啉咱一个，等下再啉啊。宝宝需要营养，免堪要枵诶。吴总，你来吃？我来吃哦，做检查啦。啊，原本医生讲无啥物问题了，我就要回去啊。结果我远远看你坐伫遮，就想讲过来甲你拍一下招呼。你是来做产检了？嗯，是啊。你家己一个，啊，无人陪你？只是三件无少人陪。我相信你嘛听过我的代志，我今日决定要把囡仔生落来，都应该较独立的，至少给我爸爸爱。无怪人讲哦，为母则强，你以后绝对是一个好妈妈。我唔但要做一个好妈妈，嘛要做一个好爸爸。我要给囡仔全部的爱。在艰苦的时阵，会当安慰伊；在伊予人欺负的时阵，会当跳出来支持伊、保护伊，让伊知影爸爸会当做的，妈妈赶快做一到。好，歹势，无代无志，甲你讲遮尔济，耽误你的时间。袂啦，莫安尼讲啦，母代父职。我相信你绝对会当做了真好啊！啊，不过感情哦，你先吃一寡物件，宝宝不是腹肚枵啊。哦，你是不是烦恼有人会阻止啊？你放心，有我伫个。那真正有人有意见，我会甲伊讲哦。啊，宝宝哦，腹肚枵想要吃物件，这无多控制啊。你做你吃不要紧啊，哦，孕妇跟宝宝上大的。嗯，多谢你。囝哦，真艰苦，啊，透透的就较爽快啊。是嘞，我竟然透伫你外套顶悬。袂要紧啊，啊，总比你透规身躯较好啊。我倒水给你啉。今天就歹势，外口遮尔冷，我害你无外套通好穿。无代志啦。饮一寡水哦，啊，身体会较快活。多谢你，啊，不过嘛真歹势，是嘞。你毋是讲要母代父职？我甲你讲哦，阮查甫人做代志拢真阿傻哩啊，这小块代志哦，袂放伫心肝内吼，你就莫去讲。以后出来的物件，你拢不准叮当，交予我就好。以后的三件我都会陪你来。王小姐，你跟你先生会当来来哦。伊不是，伊不是暗煞陪伊来做三件，那呢应该是小三啦。王小姐，我即马就从太太入去啊。宝宝已经两个月大，今仔日就会听到心跳的声音，爸爸跟妈妈一定足期待吼。是啊，希望哦是强固来的心跳的声音。我把你的衫掀起来哦。哎，稍等下。哦，哎，医生歹势啦，啊，公司哦临时有要紧的代志，我去边啊回家讯息。麻烦你啊！
安尼敢要当爸爸回来做伙听？哦，我徛遮嘛听会着啦。医生，早你开始袂要紧。医生，会当开始啊。宝宝发育真好，看起来较健康哦。看起来爸爸就像妈妈哦，不过啊，这两个月大体而已啊，是脑部跟内脏发育的时间，有很多事情要注意哦。这我知道啦，像不能照 X 光，不能黑白吃油啊，要加补充水分跟叶酸，每天哦，要吃黑白，睡黑白，重的东西不能提，最重要的就是心情要放轻松，不要给自己最大的压力。哦，看起来对爸爸有做功课呢，无简单。但是啊，有一点你老高气啊，就是啊，虽然讲恁阿母感情足好，但这段时间你都要靠恁来，袂当强帮哦，敢知？哦，医生话你有听到无？卖强帮哦。医生，你放心，我袂有伤过激烈运动。真好，那呢，我就叫爸爸都爱加跟咱去同款，为太太做伙来做产检。那是一个人来做产检是足孤单的。我知影，我一面产检，怪不用太太做伙来。吴总，你哪来？爸，我的病拄着，是吴总送我回来。不是啊，咱大家真熟啊，卖客气啦。爸，你，啊，安尼有好看无？好看是好看啦，啊，不过唔捌看过你安尼装，安尼打扮有淡薄没关系。吴总，等下工地要动土啊，你应该代表吴山集团参加对无？我确实有收到通知啦，不过我甲阮爸对伊块地，还有淡薄顾虑啊。毕竟之前哦，真正发生伤侪无好的代志。阮总裁有挂保证，袂阁有代志啦。不然到店去，去遐才阁讲。其实已经到啊，今仔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啦，我无通知媒体，只是一个仪式啦。伊人啊，一段缘分呢，应该是喜上加喜啊。王客伯吼，今麦过去厝休养啊，我代表伊来参加动作仪式，伊嘛希望今一切当顺顺利利。啊，真好。咁你定爱开发这块土地？张晴天啊，在你家出大事呢啊！我是感觉这煞气应该拢阿别提啊，阿飞弟啊，土地啊，伫遮也无可能会走去啊。我是感觉，搁观察一段时间再来决定啊。恁感觉呢？阮爸嘛是安尼想啦，好日子哦，会当过得偌紧啊。啊，这未来城的计划，那一开始执行，迄十年以上的工程是走袂去。啊，看表一定要这么赶紧来动土。大家拢讲好，今日要动土啊，熊熊变卦。是唔相信阮总裁讲的？已经请师傅把这雪气处理好势啊。弟妹啊，我唔是无相信江总裁啦，主要是最近发生太侪代志咧，大家总是较慎重会较好嘛。啊，加看咧几届啊，较妥当啊。上好看咧的方式。就是动土啦，动土若无代志，你就会当证明啊。我来讲过啊，这土地哦，我已经请人处理了好势啊，是安怎？你讲你去怀疑咧？哎，这么好的商机，是安怎不爱开发啊？
而且五山集团嘛，真需要这个工程呢，会当让因个股价会阁撑起来啊，敢毋是？唉，无毋对啦。五山集团哦，经过遐尼侪打击，即马确实真需要予投资者啊，阁有股东对有信心的计划。计划开始进行，投资者都有信心嘛？我个性恁真了解，有啥就讲啥。利益为钱，还是讲个人的利益？我相信阮总裁讲的，就是因为伊讲处理好势，就是处理好势啊，唔免怀疑。你即马是伊的助理，敢有助理会讲家己的头家是无道信任的？王文金啊，你较早都要怎尼啊搞话啊？阿兄啊，你讲生理，你嘛不可能跳出来赞声。啊，你即马是安那？态度向变到这尼积极啊？伊的身体还未恢复，我尽量替伊讲。总裁专工转来，就是为着要动土的仪式。仪式完成了后，伊通我放心，返去新加坡继续看病。啊，你即马向向改变，毋是增加伊的困扰。不要紧啦，恁若是有怀疑吼，我照进前的约束，现在怪手吼，我来开。有煞气，我来动；无煞气。大发大财，你看安怎？高总裁，卖保险嘛？我敢无这个险就知影，无这个危险啦。我即马就要开这台怪手。我身体还未恢复，搁要打这个煞气，万一若是动袂掉，还是要安怎？总裁，你需要休养，过来就好。金妹啊，你是在创啥啦？危险啦！紧来啦，哈，金妹啊！哦，你咧讲袂听啦！万一若出啥物代志，我想要向亚杰交代啦。哎呀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那真正有安怎哦？你着叫伊啊，一个改当个细路，换你做因爸爸。哎呦，你听，你真正一开嘴哦，拢无啥物好听话啦，你。现在已经动土啊！我人徛在家，好好无代志，安尼大家会当安心嘛吼？真正无出代志。以前哦，我起码就看过几落遍，只要一动土，就马上出代志。甲即个病情完全无共款。江总裁，无怪你这么有信心。我来给你挂保证，就表示无问题啊。我敢要替家己的性命讲算笑，啊！新哥，啊，既然吼已经动土啊，那呢，也是照计划进行。好啦，啊，这知的啊，有人替咱动啊，钱咱搁有通赚，安怎算嘛会好？仪式要开始，来啊！